奥特曼失去计时器会怎样？杰克变成一件皮套，奥特之父当场去世。一，阿古茹失去计时器，变成光之粒子消失了。双月楼庭前，叫谁一夜不眠？提笔惊扰烛火，回忆难写。看人间故事。二，宜家失去计时器，变成石像沉入海底。数不完的阴晴换圆缺，半生风雪，吹不散花落世界的眼泪，换不回，孤雁总要南飞。心事谁了解？唯有明月来相随。思念与我眉间有几分憔悴。下的眼泪换不回，青丝已经成灰。三，莫比优斯计时器被砸碎，当场牺牲。不完爱恨缠绵，图我孤影自怜，自叹又几遍。双月落庭前，叫谁一夜无眠？提笔惊扰烛火，回忆难写。看人间故事，都逃不过离别。数不完的阴晴换圆缺。四，初代被击中计时器，当场倒地不起。花落世界的眼泪换不回，孤雁总要南飞。心事谁了解？有明月来相随，思念与我眉间有几分憔悴。半生风雪，吹不散岁月留下的眼泪，换不回，青丝已经成灰。结局谁来写？写不完爱恨缠绵。五，杰克被怪兽拔走计时器，直接变成一件皮套。半生风雪，吹不散岁月留下的眼泪，换不回，青丝已经成灰。结局谁来写？写不完。